就是前面这片森林了。瘦高高，我们为什么要这么辛苦来到这里呀？哎呀，我不是说过了吗？我们到这里来是要找到传说中伟大的大灰狼。这大灰狼神出鬼没，是山中神灵的化身，有着神奇的力量，一般人是很难见到的。嘿嘿嘿，只要我们向那些大灰狼们拜师学艺，用不了多久我们就能对付那三只小鸡了，就再也不用受他们的欺负了。我是受够了。我们一定能抓到小鸡的。是啊，瘦高高。胸大鸡，你快点儿！好了，我们得快点儿。小龙还在小镇旅馆等着我们呢。我也想快呀，可是这些野营的行李实在太重了。我们走了这么久还没到，是不是迷路了呀？迷路？不会吧？我肯定小镇就在前面。你一直都说小镇在前面，可我一直都没看到啊。地图上显示小镇就在前面，凭我行走江湖这么多年，怎么会迷路呢？你就放心吧。如果我的游戏机还有电，我们就可以通过里面的全球定位系统找到方位了。你就相信我吧，小镇真的在前面。好吧，就再信你一次。熊大鸡，天都黑了，怎么还没到啊？快了，快了。什么快了，快了？看看我们又到哪里了。怎么又绕回来了？我就知道，听你的肯定又迷路。最近方向感不怎么好。还狡辩。这里有条路。这次听我的，走这边。好好好，听你的，听你的。希望这次不会错了。天越来越暗了。看来今晚要露营了呀。该不会真的要露营吧？可是走不出这片树林，我也没办法呀。可是我听说这片森林里面有大灰狼，他们可比黄鼠狼厉害多了。在羌族人的传说中，山之神灵就是狼的形态呢。但是只要我们不破坏森林，就不会招来狼的。你听，刚刚是不是狼叫啊？行了，熊大鸡，虽然说狼的确长得很凶恶，可是它毕竟也是山神呐，它不会主动伤害我们的。长相凶恶。他们太可怕了，今天我们还是快点找个地方扎营吧。好吧，我们再往里面走走。瘦高高，怎么还没见到大灰狼啊？不要吵，就快到了。又怎么了？我跑不动了，好累呀。笨蛋，还差两步就到了。我真的走不动了，快给我起来。到了那边，我们就可以寻做一只有野性的狼了。大灰狼就在那里。听见了吗？他在呼唤我们呢，快点走。是是。
好累呀。这里一切安全，要不就在这里露营吧。终于可以卸下包袱了，真累。来，先点个火堆再休息。我不行了，靠你了，基丁。你还真是靠不住啊。算了，我自己来生火吧。那我还是先睡个觉啊。什么声音啊？一定是鸡丁。鸡丁，你就别折腾了。鸡丁，是你吧？一定是风吹的。终于把火升起来了。什么声音？基丁，你听见什么了吗？我听到了。好可怕！是什么呀？救命啊！瘦狗狗，瘦狗狗，快看那边！四代祖先，那就是传说中的大灰狼。我们的好日子要到了，胖乎乎，快上啊！弟弟，危险！猪大鸡，没事，你快来呀！你看，多可爱的狼宝宝啊！你怎么了？狼宝宝，别乱跑啊！等等我。这个狼宝宝真是个小调皮。基丁，好像又有谁来了，一定是大灰狼来找狼宝宝了。基丁，赶紧把狼宝宝还给人家吧。好吧，我们去看看吧。刚才明明就在这儿啊。树狗狗，怎么连影子都没有一个呀？应该是这里呀。好呼呼，快找找看。找到大灰狼，就能得到他那神奇的力量去对付小鸡了。原来是这样啊，熊大鸡，我有办法了。办法？猪狗狗，是谁在杀野呢？你们想去哪儿啊？大灰狼，求你叫我们如何对付小鸡吧，求求你了。这个嘛，可以是可以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啦，不过你要给我完成一件事才行。树高高，这大灰狼真会指挥人。你懂什么？这是大灰狼给我们的考验。应该是这里了吧？好，我们进去拿了它就出来吧。熊大鸡，你真是太坏了！谁叫他们要吃我们？我只是让他们尝尝被吃的滋味，是吧，小狼？救命！救命啊！受不了了，受不了了！还没学会怎么抓鸡就没命了。我还想活着吃鸡料理呢，逃命要紧啊！睡了个
好觉。哎，今天灰狼宝宝呢？狼宝宝回家了。熊大鸡，你知道吗？在这里有一个美丽的传说，传说中山里的神灵会化作狼的形态，通过特殊的方式来帮助弱小的生灵。想跑，我一定要抓到你。挺起胸，别再犹豫，在大草原上驾驶着轰炸机。睁开眼，这是哪里？正待在鲸鱼